欢在公司吗？哎呀，到底要吃啥啊？我觉得按时吃饭，我去买个肉包来吃好了。可是要有菜啊，要吃什么啊？可是想吃肉包哎。好，打一把，给彼此个时间想一想要吃什么。可以把小犀利嫁给小航弟吗？考虑一下。加入豪门也不错、啊，实况豪门 ，GG 3:0，有缘就会在一起了，不用想这么多。现在这年头没有人在嫁女儿了。西门开台，去 FB 发个文吧。FB 发个文吧 ，FB 发个文吧。FB 发个文呗 ，FB 发个文吧，开台咯，楼下王子贴最懒的那种。我女儿叫什么？刘瑞瑜啊。刘飞是什么玩意？感觉就是一个正妹会有名字是吧？我很会取吧，不是我很会挑吧？应该是给女儿像妈妈吗？我觉得还蛮像的，但是99%的人说像我。继母说要帮你女儿取名叫刘飞四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许其族支撑。别理他，脑残。这个我以前想过。哎，这 ID 好霸气哦，难怪回国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种淡淡的哀伤。他是东山。刷卡怎么那么痛？